各位善知识，妙法莲法经现在比喻平时聚诵讲到最后一段，是说劝信流通。经文讲到第103页的最后一行，这就是说明对于这个妙法莲法经的这个大法呀，在哪一种情形、哪一种根性之下，可以说可以流通，不可以说不可以流通的这个分别。前面讲过口说不口说，现在讲的是口通不口通。通是流通，流通也是靠说，不说也就没有办法流通。所以说流通是流通到近未来机，而说只是指当时，现在是越这个流通方面的道理来说明。那么这个是可通不可通的经文呢，有两端。第一是约大悲门莫为恶说，悲能拔苦，如果对于不信这类人，恶是指那个不信的人，对于这个大法他不相信，对不信的人说呀，使他诽谤而造了大罪业，将来堕落，那是受无量的苦恼。那么因此以大悲心为了那些不信大法的人呢，不能为他说。那么这里先讲这个道理。上次就讲到肉人不信毁谤此经，这段一切世间佛种，上次讲到这里，世间上如果有人呢，他对这个妙法莲法经的这个诸法实相之理，这种高深的佛法，究竟一圣佛法，他不能接受，他不相信，那么对于这种人，您跟他说了，他不但不接受，而且会诽谤。诽谤啊，跟这个有过失而说的情况不一样。谤是无过，没有这个事实，没有这个事实，你说他的罪过，说他的坏处，实际他没有这些缺点，而你硬说他的缺点，那么这个叫做谤。如果他实有其事，这个叫做说过。所以菩萨戒十众戒的第六条说四众过，那是有事实，有这个过犯，有事实有过犯而普遍替他做宣传啊，传扬出去，这个叫做说过，那是由过而说。现在是诽谤，谤是谤的这个法华经，谤这个大法，法没有过，法是最完美的、最殊胜的，是众生依止而断烦恼、了生死、成佛道的。这么好的大法，他一点过错都没有，那你说他的不好处，说有什么不好啊？毁谤他，那么这种的就叫做谤，就是没有过而说他的过，这个叫做谤，所以叫做毁坏而谤他。毁是毁坏啊，那么破坏这个大法啊，说这个不是佛说了如何如何的，那么破坏这个大法啊。那么谤就是毁坏的方法啊，说他的过错，那么就是毁谤了啊，那么由此就会遭到破坏。此经就指这个法华经，这个不是单指经本的文字，而是主要是指这个诸法实相之理。说法华经说的是会三归一，开权显实，显示诸法实相之理，说明一切众生依此都能成佛，这是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有佛性者皆可作佛，是说这个道理的。而且是说过去四十一年所说的法呀，那么那些权巧方便的三乘法，到了法华会上，通通会归一圣，啊，
那么过去所说的通通都是会归一佛圣法，所以叫做会三归一。那么这么殊胜的教理，你加以诽谤加以破坏，所以叫做毁谤此经。如果这样做的话，这个问题很严重啊。所以接下去说，这段一切世间佛中，因为这部经是教导众生成佛的，那你破坏了使众生不信不学啊，那么世间就没有成佛之人了，就人就不肯学佛而求成佛了，所以就把这个世间能够成佛的种子加以断绝了，所以叫做这段一切世间佛中啊。这个虽然是两句啊，这是要连起来读的，所以没有标点。在这个一切世间当中，假如你把这个法华经的教理把它破坏掉了，那么就把这个成佛的种子也就遭到毁灭了。再往下的经文呢，就是说明毁谤法华的这个罪过所得到的这个严重的苦恼的果报啊，就谤经的恶报啊。祸福贫除而怀疑惑，汝当听说此人罪报。如果有人听到这个法华经他不欢喜，贫迷除恶这个就是脸上表情啊表示出那种不高兴不欢喜的样子像这个眉毛打结看起来脸就皱起来表示不高兴就这个叫做贫挫那么就是贫迷除而眉毛啊皱起来额头表示出那种不高兴的那个样子这个没有办法用这个语言的表达就是您看人家听到话不高兴的时候那种的脸上的表情啊就是贫促或者是听到之后啊他怀疑这个法华经所说的道理他怀疑说有这回事吗是这样吗疑而由怀疑而迷惑所以叫做疑惑那么这样子听到之后升起不高兴之心，脸上的表情就不欢喜，而心里怀疑，加以迷惑，那么由此引起毁谤，那么这种人的罪过很大了，所以汝当听说此人罪报。那么这是对舍利佛，还有当时灵山会上的诸大弟子们说，你们大家应当要注意听下面所说的。诽谤法华经升起的这个罪报，所以此人就指这个听到法华经而不欢喜那么怀疑迷惑甚至诽谤这种人的所造的罪业，他的果报如何，下文就一一细说了那么这个罪报情况如何呢无论是佛在世的时候或者是佛灭度后毁谤此经，这个罪过都是很严重的。所以经文说，若佛在世，若灭度后，岂有毁谤如是经典，见有读诵书此经者，亲见正极而怀解恨，此人罪报，汝今弗听。再叙说，或者是佛在世，或者是佛灭度以后，那么如果有人诽谤这个法华经，这个罪过，若佛在世，假定说佛还在世间，就是应身佛，像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说了法华经以后，如果有人诽谤，若灭度后，就是佛入灭以后呢，佛在80岁入灭以后。在这个正法相法末法就是法华经还在世间那个时间，如果有人诽谤法华经，岂有诽谤如果有人诽谤这个法华经如是经典，如是经典，是就是词了，
就指这部的法华经。如果有人诽谤法华经，破坏法华经的教理，如果看到有人读法华经、诵法华经、书写法华经、受持法华经的人，那么你加以亲见，憎恶、嫉妒，跟他结这个冤家，恨他，那么这是对这个受持的人呢加以破坏，那么不但是对于直接对于经文、对于法华经的理加以破坏，对于这个受持的人，如果你加以破坏的话，那么就是使人不肯发心啊，读这个法华经了，那么这个大法呀就会遭到破灭。所以这是越读诵受持的人呢、来说这个诽谤的罪过，读对着经文来读，因为背不起来啊，背不起来，对着经文读法华经，我们现在都叫做诵经啊，实际上对着文字看着念的就是读经，诵是背得起来，背起来啊，能够把这个一部七卷法华经啊，将近七万字，从头到底呀、能够完全背得起来。现在不晓得有没有人背起来，我不知道啊。那么从前的出家人呢、往往要拷背法华经呢、假如要考试啊，说你要出家能够把一部法华经背得起来才准出家，那我们都不及格，都没有办法及格，背不起来啊。有没有人背起来啊？有的。从前呢、小沙弥出家之后啊，他的师长都会教他先读法华经的。举个例子，例如近代的太虚大师，太虚大师出家之后啊，才十七八岁啊，他的师父就叫他读这个法华经，要他过背。那么据说这个太虚大师啊，只是两个多月的时间呢、就把一部法华经背起来了啊。如果是我的话，两个月读也没读熟啊，别说是要背了，两年也未必能够背得起来，也不曾真正下过功夫去背。我曾闭关读诵法华经啊，也读了大概最起码有200遍以上啊，那么只是把文字读得稍微熟一点，也没有办法背得起来啊。这背也是不简单的，记忆力如果没有很高的记忆力啊，是背不起来。那么从前在古代能够背法华经的人还不少呢，甚至有些在家居士都能够背法华经，在这个法华经的慈验记里面，就灵验的感应啊，那些事迹的记载里面呢、有这么一段故事，有个做官的人，他每天早上啊要上朝去啊，到皇宫去朝皇帝啊，要上朝。那么从他家里骑马到这个朝廷啊，到五朝门外，从家里到上朝的时间，他就可以背上半部的法华经，三卷半了啊，能背半部的法华经。那么等到朝完了，上朝朝完了，这个公事办完了，要回家呀。那么从这个皇宫那边回到自己家里骑马呀，回到家里又背上半部。那么正好啊，他上朝做官，朝皇帝啊、那么这些事情办完了，回去来回一趟，利用这个骑马来回的时间呢、就可以背一部法华经，就可以背一部法华经，去背半部，回来背半部。哦，这个了不起啊，很不容易啊、不过从前的交通顶多是骑马、走路、坐牛车、马车，没有像现在这么麻烦了、现在的交通那么混乱了、恐怕就不能背法华经了、这背法华经出了车祸怎么办了、那么在古代骑马，他可以用这种方法来回就背了一部法华经现在我们能够发心去读法华经已经很难得了，别说是要背起来了读跟诵不一样啊，读是看着文字读啊，只要把这个字认识了就可以读诵是要过背
所以叫做读诵。书是写，书是写。从前印刷没有发达，都是靠抄写的啊。这从前的佛经流通啊，都是要靠抄写。那么因此如果字写得好，写法华经流通啊，给人读诵，这都是功德很大。那么在这个法华经的灵验记里面呢，也有记载这个书写法华经的感应啊。有一位比丘尼，他发心写法华经，他字写得很好，很庄严啊，楷书。那么他另外建了一个法华堂写法华经啊，那么供一部法华经，一尊释迦牟尼佛像，那么在佛前呢有个供桌，就是跪在那里写法华经。每写一个字啊，要先拜三拜啊，念妙法莲华经的这个题目，拜一拜啊，拜三拜，念三遍，拜三拜，拜好了跪在哪里写。写的时候啊不敢伏膝，恐怕这个有臭气啊，啊这个对法宝不恭敬，所以这个要伏膝的时候用竹筒啊里面的木那个竹筒的戒把它弄掉，就等于我们现在的这个塑胶管一样啊，那么透出这个房外啊这个物质外面。那么要伏膝的时候啊，就是对着这个竹筒啊伏膝，伏膝好了就是这个闭气，那个写的时候啊不敢伏膝，唔敢喘气耶，哦，不敢伏膝，就是闭气啊，写一个字写好了再伏膝，伏膝好了起来再拜，再拜三拜，绕三折，那么这样子写。那么一部法华经呢，写了大概三四年才写完了。69000几百字，啊、嗯，那么他这部法华经写完之后啊，这部法华经他写的这么恭敬去写啊，晚上读法华经不要点灯，这个法华经自己会放光的，会放光，啊、嗯，那么你看这个字啊，清清楚楚，他是自己本身有光，啊、嗯，很庄严，他是自己写自己读诵，你看这个佛法就是要在恭敬中求了，啊、嗯。他这样子恭敬的写啊，有这么大的感应。那么有一个人呢，到他附近要替人做功德，要送法华经，可是他忘掉带经啊，就向这个比丘尼借啊。这位比丘尼他这么尊贵的法华经，他这么辛苦写下来的，而且有这么大的感应，会放光，他不肯借。可是这个人呢，他就不高兴呢，不借给他呀，可能会对这个比丘尼有麻烦，那么因此不得已呀，就借给他。那么借给他呀，很奇怪的，他拿到去读经的地方啊，打开一看了，都是白纸，没有字，一个字都没有，啊、他气得不得了，我跟你借经，你不借也罢了，为什么拿这个白纸给我啊？那么他拿回去又骂这个比丘尼，你怎么拿白纸给我啊？我跟你借经，你不借也罢了啊。那么他说没有啊，这是我自己写的经啊，可是拿回去他自己打开一看，又是有字的，那么当下证明他没有，不是拿白纸啊，这就显示他没有恭敬心啊、这一部法华经啊都不给他看，这么大的感应。所以从前写经啊就是修行啊、以写经为修行，书写法华经的这种啊、在古代这种修行法的人很多啊、在这个灵验记里面呢都有记载的，写经读诵礼拜都有很大的感应啊、嗯、所以这个书就是写，持就受持了，时时刻刻不忘法华经啊，把一部法华经摆在脑子里面啊、嗯、能够背诵就时时背诵啊、嗯、所以要背诵很难了、日本日莲宗啊，就从法华里面分出来的一个宗派，日莲宗就是念这个题目，妙法莲华经念这个题目啊，跟我们念阿弥陀佛一样啊，他就念这个妙法莲华经，妙法莲华经，妙法莲华经，哦，就这样子念啊、哦，妙法莲华经来念日本话吧，妙法莲华经啊，那么一天到晚呢就妙法莲华经，就是念法华经的题目啊，那么成为一个日莲宗专念法华经题目的啊，当然念法华经题目啊，功德也是很大的啊。那么能受持这部经的人，不管是读诵书写受持啊、
那么如果有人看到有人在那读诵书写法华经，那你轻贱他，瞧不起他啊，或者是憎恶他，嫉妒他啊，或者是心里怀着恨他的心理啊，讨厌他啊。那么这个人因为对这个受持法华经的人你加以轻贱憎嫉啊，而加以结恨恨他，那么这个人的罪报很严重了。此人罪报如今复听啊，这个人就是诽谤破坏轻贱憎嫉法华念法华经读诵法华经的人，这个人的罪过啊相当严重了。那你再听吧啊，佛就是赞啊，你再好好的听下面讲的这个诽谤法华经、诽谤读诵法华经的人的这个罪报。其人命中入阿鼻狱，具足一劫，劫尽更生，如是辗转至无数劫。可怕呀，诽谤的罪报这么严重，其人就是诽谤法华经的人啊、或者是诽谤轻贱憎嫉读诵法华经的人，这个人的罪报他死掉之后命中死掉了。这个人诽谤法华经，不信法华经而诽谤的罪业，死掉之后啊就堕落在阿鼻地狱。阿鼻印度话呢翻成中国话就是无遮，也叫做无咎，无遮无咎啊，也就是无间地狱。我们平常讲的无间地狱啊，啊，五无间，地藏经里面讲的五无间，五种无间的无间地狱，就是这个阿鼻地狱，也就是地狱道里面最苦的地方了。最苦的地狱啊，受苦没有停止，一日一夜万死万生啊，这么苦恼的地方就是阿鼻地狱。诽谤读诵法华经的人，这个人就要堕落在无间地狱。无间地狱的时间多长啊？具足一劫，是一个大劫，也就是说这个世界成住坏空一变，世界成住坏空一变一个大劫嘛，这个地狱的这个寿命才满呐、也就是说无间地狱里面受苦的时间要经过一大劫。但是诽谤法华经的人罪过啊，单一大劫还不够的啊，所以劫尽更生啊，这一劫尽了啊，再转生到无间地狱里面去啊，就是地藏经里面所说的啊，这个地狱坏掉了，交到坏劫了，那么这个人罪报还没满呢，就转到他方世界的阿鼻地狱里面去受苦。他方世界的地狱如果又交到坏劫了，那么又寄到他方世界，那么这样子辗转到等到这个世界的又成就了地狱又成了，那么又回到这个地狱来继续受苦，所以叫做如是辗转呢、至无数劫。那么无间地狱的苦恼不是一劫两劫就满，要无数劫，时间好长了，很可怕了啊！一旦堕落之后什么时候能出来啊，那就不得而知了啊。那么当然也有出地狱之后呢，这个人无论是经过无数劫地狱满了出来之后呢，从地狱出当堕畜生，这个人从地狱出来之后啊就会堕落在畜生道里面啊，做奸臣啊，做畜生了啊，做牛做马做狗那么从地狱出来做畜生道的众生，做哪一种畜生啊？肉狗野干啊，或者是做狗，或者是做野干，不一定看他的业报。野干啊跟这个狐狸要差不多了，稍微小一点，体型稍微小一点，是跟狐狸同类的。做狗做野干，这都是很苦恼的畜生道啊，而且他不是做的正常的狗或者是正常的这个野干狐狸啊，而他做这个畜生呢身体都是有很多的苦恼，
下面就说明说，其行枯瘦离瞻戒赖，这是说纵然做狗啊，做狐狸啊，做这个种种的畜生道众生，他的身体都有很多毛病，枯，其形枯瘦，按照这个字典里面的说明啊，是说这个脸颊很高很长了，脸长长的，好像麻了，麻的脸不是很长吗？有人说人这个脸很长啊，拉得长长的，脸拉得长长的，就是表示不高兴了，那么脸就拉长了。这是说，无论他做狗做野干啊，他的脸很长，不过这个脸长是正常的。这个字另外还有一种解释啊，说秃头，就是头发都有掉光了，没有头发。秃头叫做枯啊，那么真言当时说他的病相不是指他的形象，畜生道众生脸差不多都是长的，尤其马的脸最长啊，那么颊长颊高啊，这是很平常的事情。那么真言当时指的他的头上的毛啊都要掉落啊，光光的，头秃秃光光的，没有毛，那么这样子就很苦恼了，而且很瘦，瘦就是没有肉了，毕竟他是身体有毛病啊才会瘦，那么做狗啊是做个懒力狗啊，懒力狗，全身都是毛病，太过高，人家看到就害怕。离瞻，这个离瞻两个字啊，是说明它的这个颜色。哦，黑的又杂了其他这个不好看的颜色在里面，黑色杂色叫做离瞻啊。这个狗或者是野干啊，它的身体的这个毛啊黑的，或者是杂了其他不好看的颜色，看起来很可怕啊。戒赖是病相，戒癣呐、皮肤病，皮肤生这个癣。那么很可怕的啊，赖呀、赖是麻风病啊，太过了啊，赖是什么呢？也说太过，现在太过啊。如果人犯了这个赖病啊，如果是手上长，这个手都会烂掉啊。如果是脸上长，鼻子掉了，或者是这个嘴歪了啊，那么各种情况都有。台湾在北部不是有个麻风病院吗？麻风院，我去看过，几十年前我也曾到那个地方去讲经，那边有这个七年金身呀，在那边教他们念佛，这个麻风病的人看起来很可怕的啊，他这个手啊坏掉了，脚坏掉了，或者是脸上啊都长些这个癞麻风啊。很不好看啊，那么都是把这个身体都遭到破坏啊，那么这个就是畜生道的众生，他也生这种毛病啊，那么看起来很可怕的啊，人家都不喜欢接近这类的动物啊。人所触扰，人家看到了就讨厌他，赶他，打他啊，这个作弄他，下面那个饶字啊是作弄了。作弄他，例如小孩子玩他啦，拿石头打他啦，拿这个棒子打他啦，作弄他使他苦恼了，所以叫做出饶。又复为人之所恶见，做了畜生道的众生，全身都是毛病，人看到了就讨厌他，恶见，恶就是讨厌了，厌恶的情况了。见是瞧不起了啊，如果是那个宝贵的狗啊，人家把它当作宝贝啊，还吃好东西啊，比人还好享受，那么这个懒力狗人家看到都讨厌了啊，所以瞧不起它啊，厌恶它，讨厌它，作弄它。那么既然没有人要照顾它呀，就没有东西吃啊，常困饥渴啊，
饿得半死了，做狗也饿得半死，没有人愿意给他东西吃，所以又饥又渴，没有饭吃，饿就饥了，没有水喝就渴了，那么因此没有饭吃，没有水喝，饿得半死啊，骨肉枯竭，只是皮包骨头啊，没有肉了，肉都枯干了，那么都竭了，竭就是没有水分了，干竭了。身受楚毒，死被瓦石，在世还活着的时候生，就被人打了楚痛了，苦毒了，那么他怎么死的呢？都是被人用瓦用石头把他打死的，用石头把他这个弄死的，或者是用棒子把他打死的，死被瓦石，用这些东西瓦石来把他打死，那么他为什么会遭到这个罪报，这么苦恼啊？断佛种故，受是恶报，因为他破坏这个诸法实相之理，诽谤受持法华经的人，把佛种断绝了，所以受了这么严重的罪报，很苦恼。若作乐陀，乐陀有些地方写作这个特陀，马字旁一个扎字那种，那个字有些地方是用那个字，这里是用乐字，乐陀，乐陀啊，在这个例如像蒙古啊沙漠地带就很多了，它可以负重，它背上啊可以负很重的东西，做骆驼，那么替人家运载东西，做运搬，运搬那些物品啊，都负了很重的这个东西啊，或上驴中，驴比马小一点，大陆北方都有这类的驴子啊。人家如果没有马好骑，骑驴子也可以的。所以有个知足歌，知足的诗里面有这么一首诗啊：前人骑马，我骑驴，就是这个驴子啊。仔细思量，我不如人家骑马，我骑驴子，我骑驴子当然就不如他了啊。回头一见推车汉，比上不足下有余，回头一看看后边有个人在推着车子走，他不但没有驴子骑，还要推着车子，那么我比前面骑马的我不如他，我比后边推车的那我比他好多了，比上不足下有余。那个驴就是这个驴子啊，这个驴子可以负重也可以骑，可以当马骑的，那么所以他的身长负重，夹住杖锤，他的身体要替人负很重的东西，还要被人打仗，就是这个棒子啊，就锤打他，锤就是打了，那么做着畜生道众生已经够苦了，还要替人负载这个很重的东西啊，那么而且啊还要被人经常要打啊，吃很多苦头，就夹住杖锤。做了这类畜生呢，什么都不知道，他只知道什么呢？但念徐曹，于无所知，做驴子，做马，做骆驼，他只知道有水好喝，有草好吃就行了，那么其他一切都不是他所能知道的，那么显示他是愚痴啊，完全没有智慧啊。人家发心学佛，修学大法，那你破坏他，那你就毁灭人家的这个智慧啊，所以呀，自己结果就是堕落畜生道啊，没有智慧啊，还愚痴，所以执念水草，其他一无所知了。你看那些动物类啊，尤其这个马啦、驴子啊、牛啊，它除掉吃草喝水以外，拉重以外，其他哪有哪一种它知道的？它什么都不知道，所以一无所知。是表示他愚痴。为什么会遭到这个罪报啊？谤死经故，
获罪如斯，因为毁谤这个大法的缘故啊，所以受到这么大的严重的罪报。不但如此，做畜生道里面还有下面的种种情况：有作也干，来入去落，身体借赖，又无一目，为诸童子自所打直，受诸苦痛啊，或食至死，或者又做野干，就是像狐狸之类的这些动物，如果跑到去落有人住的地方呢，去落就是村子里面，跑到村子有人住的地方去啊，而且他身体又有长这个疥癣，或者是癞病、麻风病啊，泰国告那么这种情况，他来到这个村子里面，童子啊，小孩子看到就讨厌了，又打他，又无一目，无一目，看起来连一个眼睛都没有，也许是两个眼睛啊，有一个没有，不能看，一个还可以看啊，又无一目，或者是两个眼睛都瞎掉了，假如两个眼睛瞎掉啊，他就没有办法，未必能够到村子里面来，很可能啊是一个眼睛瞎掉了，一个眼睛马马虎虎还能看了，跑到村子里面呢，就被这个小孩子童子小孩子啊，那些小孩子们看到啊，讨厌他，就拿这个棒子就打他，拿石头掷他，掷就拿石头丢他，掷他，所以会被打死啊。受这些苦痛啊，或是致死，那么小孩子看到好玩的，他会跟他玩啊，看到这么讨厌的懒力狗啊，或者是野干啊，那么看到讨厌了，他就会拿棒子打他，拿石头丢他，把他弄死啊，所以受这些种种苦恼啊，很痛苦的事情，甚至由此而死，或是致死，或者有的时候被人由此打死，石头丢死都有可能啊。那是显示这个畜生道里面呢，受到这个果报是一种很苦恼的。那么死掉怎么办呢？也不是死掉就算了，死掉又转身做其他的这个畜生呢。所以说，于此死矣啊，更受蟒身，其形长大，五白游巡，龙呆无足，婉转复行，为诸小虫自所诈食。野干被人打死了，死掉又转身做什么？可能会做一个大蟒蛇，蟒是大蛇呀，大蛇，这个蛇大了成为蟒蛇呀，它的身形很长很大，多长啊？五百游旬，可怕了，可怕哦！一游旬不要说多长了，四十里吧，一游旬四十里，十游旬四百里，一百游旬四千里，那五百游旬是两万里呀、啊，那比台湾还要长还要大，那么就这个世界也没有办法容纳它呀，那么这么大这么长的这个动物，那太苦恼了。他要摆动一下都发生困难，而且聋子，耳朵他没有耳朵，听不到东西，呆，痴呆，那么走动很慢，那么蟒蛇，蛇当然没有足了，足就脚了，没卡了，无足就没有脚了，它是没有脚的动物吗？你看过蛇有脚的吗？画蛇添足啊，为抓个体积的卡哦，有没有这种情况？蛇是必定没有脚的，假如你在天上脚啊，那就不是蛇了，那不是蛇了，那恐怕变成壁虎了啊。所以啊，它又聋又痴呆，走动又慢，又没有脚，那么没有脚怎么走动啊？婉转复行，用肚子走路啊，用肚子走路啊，所以很苦恼。那么他身体那么大呀，那么大有什么关系啊？小虫要吃他耶，为着小虫自所扎食，那些小虫啊就吃他，吃这个大蟒，
这个身上啊就被小虫所吃，所以咬。之所扎食，这个扎字啊，就是吃东西，嘴巴里吃东西的声音，吃东西的声音，声音啊，客家话倒倒吃东西，倒倒棍啊，倒啊，所以这个字有人是直接念作倒食，客家话啊，直说倒食啊，字源字是长长食，长食啊，就是吃东西出的声音，扎吃就是边吃边嚼，嚼出声音来，吃东西如果有声音啊，扎扎的这个有声音的声，这个声音啊听起来很不好听啊，这个其他的人听到觉得很不卫生啊，所以这个学佛的人要懂得吃的方法，吃东西不要有声音啊，那么嘴巴不要大张开，就慢慢的嚼，就不会有声音了啊，有声音就不好听啊啊。那么这是说被小虫啊来吃这个大蟒的身体啊，昼夜受苦无有休息，无论是白天无论是在晚上，这个大蟒蛇都吃这个骨头啊，没有休息的时间，没有停止的时间哦。那么一天到晚都被这个小虫来咬它，你看那个有鳞的虫类啊，它都很苦恼的，都会被那些小虫来咬它。蛇没有鳞，但是它的身体也会被这个小动物来咬它，来吃它。你有没有看过那个穿山甲？穿山甲，穿山甲，我在石头上看过。穿山甲它吃什么呢？专吃蚂蚁，甲高下吃蚂蚁。可是它要吃，它要先给它吃，哎，你不给它吃，它怎么会来啊？所以这个穿山甲它要吃蚂蚁啊，它就出来到外边呢、啊，把这个甲那个鳞啊都张开，都是张开，本来是合起来吗？它这个都张开，张开里面都是肉啊，这个鳞张开的肉，蚂蚁又爬进去要吃它，啊、蚂蚁爬进去吃它的肉，它就合起来了，就把这个蚂蚁笼死了，就然后啊，这个蚂蚁掉下来再吃那个蚂蚁，这个很苦恼啊，先给人吃，吃了一口，然后再吃它啊。这个情况我是亲眼看过啊，我在石头上看过啊，亲眼看过这个穿山甲它跑出来，这个鳞很大，它都是张开的，它为什么张开呀、啊？哎，蚂蚁跑进去了，去吃它，咬它，它咬它都有合起来，这个甲就合起来，一合起来这蚂蚁当然死掉了，它一再张开，这蚂蚁掉下来，然后它还吃它，所以这个世间的动物啊，畜生道众生，我们眼睛能够看到的很多很苦恼的事情啊，他连要吃个东西呀、啊，都要先给人吃，然后啊才能自己有东西吃。而且那个蚂蚁小小的，那么一点点小小的啊，他怎么能够吃得饱呀？很辛苦啊，所以他昼夜都在受苦，无有休息，没有休息的时间。为什么会这样子啊？棒丝金箍。获罪如斯，因为毁谤这个法华经的缘故啊，所以才会受到这么严重的罪过啊，很苦恼。上面都是说从地狱出来以后堕落到畜生道，堕落到畜生道里面呢就是如此。下面是说从畜生道出来，如果他转身做人啊，无论是地狱也好，畜生也好，寿命再长，转生再多，最后也会满的，时间长了也会满啦。无间地狱就是无数劫，无数劫也是有数的无数啊，也会满，满了转生做畜生。那么畜生不止一生两生，恐怕是千万生，千万生也会满啦。满了之后最后也会转生做人的，因为他过去多生多劫啊，当然也会种过人的因啊，那么可以转生做人啊。假如这类诽谤经的人从地狱出来再做畜生，从畜生出来再做人，那么如果转生做人的话，做的什么人呢？下面就说出他做人的情况啊。由畜生道出来做人，做人如何啊？若道为人呐、啊，诸根暗钝，错漏恋癖，盲聋被殴，
假如这个从畜生道出来了，转身做人，如果能够得到做人，诸根暗顿呐、啊，诸根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啊，六根，六根都很迟钝，暗就是没有智慧了，没有聪明，没有智慧，很迟暗，很钝啊、嗯。既然是暗钝，没有智慧嘛，那么纵然做人呐、啊，跟畜生也差不了多少，只知道吃饭、睡觉，其他什么都不知道啊、嗯。而且他这个人的长相啊，并不好看。凑短了、啊、侏儒讲侏儒懂吧啊，侏儒就是矮人呐、啊、三尺高，好像这个佛在世在印度的那个居士罗长者，三尺高，只有三尺高，普通人七八尺高啊，那么现在人最起码有五尺以上的，他只有三尺高，凑短了、啊、很矮，漏长得很丑啊，很难看啊，那脸相啊很难看，人家看到很讨厌啊、哦。练皮，练呢、啊、就是手残废，手残废，皮跛脚啊、那么做人呢、啊、会吃这些苦头啊，说不完了啊、我们留到下次再讲，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啊，下回。